好，各位，接下来我们要来欢迎的是火锅英雄。走了。好，大家好，我们是火锅英雄，火锅英雄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哎，等一下，你们是故意这样的设计吗？对，随意一点，随意一点，随便，哎，随意一点，就表示心情很轻松的那种，对不对？对，好像已经熟了，大家已经不需要干嘛了。对，春哥。你看到那边的两个女生的这个衣服哈，很闪是吧？金光闪闪，对。你们会不会穿得太低调了一点？哇，做人低调点好点。现在你们整个这一团落后两分，心情如何？不对啊，到你了。分数要是能说明很多问题的话，那要我们干嘛呢？哎呦！他又厉害了。哎，那秘书长有什么要补充的吗？秘书长，你是秘书长。哎，两位还谦让一下。我是后勤部长。我觉得就不要把他当成是要跟对方对抗，我们要对抗的人是自己，永远都只有自己。我觉得没有什么好说的，我觉得我们今天穿的挺低调的吧。然后看着我们也开场也挺垮的，但是有句话这么说的，低调才是最高调的炫耀。哎呀！